哎呦，哎呀，买这衣服穿，快过年了，太大了，塞不住。这玩意儿不错呀，哎呀，袖上扣上了，什么垫儿？太鲜艳了，这样。你是搁那试衣服呢，还是拿我的衣服搁那擦汗呢？试衣服？你买？我关键我买衣服，你能不能试？刚才我进屋你不说了吗？你说你看好哪件可以试，不你要试的吗？不是，我说让你试，你得试800多件的，有没有合适的？老板，你看我试完这件才第四件。行了，来。你别试了，给我吧，来，你衣服给我来，干啥呀？我就跟你说句实话啊，就我这些衣服，就你长的模样，哪件衣服穿你身上也不合适，你快给我吧，来来。哎呀，老板，你说的太对了，我给我媳妇买的，不可能合适。不，你是不是跟我俩玩呢？啊，你能看明白了不？门口看看牌匾，我这屋卖的是男装。对呀、啊。我媳妇愿意穿男装，那什么哪条法律界没规定说不让女人穿男装，对吧？我媳妇而且穿的都是名牌，霸金，霸金，这叫金霸还霸金？我瞅你说话霸金。不是，别挑，老板，你这哪件是？劲霸，不都是劲霸吧？这哪件都是。那老板，你这么来，这件不是，我要这件是，要这件。行，要这件也行，2780。哎呀，这衣服真不错呀，料足好，打点折呗。这都是打完折的了，你是现金呢还是刷卡呀？老板，你这么。你这个让一点行吗？行的，我也不跟你磨叽了，你可别磨叽了，行。我这呢啊，你诚心买，我给你打个零头，80我不要了，你给2700就完事了，交钱吧。你看，老板，你这么的，我诚心买，你也诚心卖，你也别说2700，我也别说2800，怎么样？你就一口价，我给你80块钱。你是不是拿我当礼拜天过呢？啊！今儿礼拜二，你啥气呀？什么礼拜二？我瞅你像个二啊！能不能讲明白的？我卖这服装，你好，我看一看，我这服装是多少钱？都是2000块钱。你现在买个裤衩子，你还得有70-80块钱？你这么玩，你是不是没有钱呢？你呀、啊？那什么，今儿有点你真给我叫，今儿我真没钱。你就发现你这人就你没带钱，你上这扒拉半天，你又挑半天干什么玩意儿？我跟你说，你我这衣服在你给我整埋着呢，你哪的人呢你呀、啊？下二山的。你可别埋在下二山，下二山有你这样人啊你啊啊！老板，你也别吵吵，这件衣服我定了啊、哦！我现在回家马上取钱，你等着，我定了啊、哦！你等着。来，把衣服拿回去。行了，等一下，我等着你。天，没有钱上我这翻了半天了，什么？哎，老板啊，哎，你看，哎，我看这衣服，你别往里挂，你是不是卖的？那怎么不卖呢？不，你不说取钱去了吗？我这哥让我取什么钱呢？我取钱呢？就我这身份，我哪天出门最低都得带3000块钱。不
你带38000，不你把它看完了吗？还看啥呀？这一英，你跟我说心里话，这一英到底多少钱？我都跟你说过了，2780。2000，哎呀，这一英倒挺值的。那么的吧，那个你能不能稍微给让一点？还让？不都让完了吗？我说80零头我不要了，我说你给2700，我就卖你。那么的。兄弟，我是诚心买这衣服，你也别说2700，我也别说2800，咱就一口价，我就给你扔60块钱。不，你看，这说就是疯了，你这一会儿你就变卦，什么玩意儿？60块钱呢？你是不是拿我玩呢？干啥？60块钱？就你这出，你要没拿钱，你兜里不揣钱，你就别跟我这嘚瑟了，你也别跟我这挑了，还68呢？真了，我今天我不是瞧不起你，你就真想买，你就真能拿出来钱。90块钱你拿走。哎呀，多少钱，导演？90，我给你100，不用找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讲价归讲价，那10块钱给你打个小费。订那件衣服呢？你是要现金呢，还是要卡？你瞅我干啥？你问谁呀？我问你瞅我干啥？问你呢？怎么的了？你怎么的？我来买衣服啊！买衣服，这衣服可刚才我订了。这个人，我钱都给完了，你订的。钱给完，我订完了。我钱都给他手了，你订完，好使吗？那么的？好，那你花多少钱买的？我花80啊！你那么的，你要抢那衣服是不是？对呀。不是，那咱能不能跟我过两招？过两招，过两招，我怕你呢。啊！啊！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想打上外边打去啊，你别耽误做生意，听着没？出去啊！装什么好人？俺俩用啥打仗，知道不？用啥？不就用你吗？怎么那么用着我呢？我问你，这衣服卖我多少钱？90吗？卖我多少钱？2700啊！你卖他2700，卖我90，你是不是瞧不起我？老板，你卖他90，卖我2700，你是不是太瞧得起我？什么叫瞧不起呀？啊，你是一个愿打愿挨，我愿卖多少钱？问谁谁我卖八你八，我卖完你90，你愿意买？我卖你2700，你不愿意买？我买不买的坏，我就是这坏。你们愿买就买，不买还拉倒。衣服给你，钱拿来，不买了。做生意不讲信用，做买卖注意啊！兄弟，我们终于见面了，谢谢。